八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打打耳光，三分钟之前没有的。那个男的好像一直就是低着头嘛，护着脸嘛，也不敢抬头，也没回答那个女的这个提问。下马坊这一站到了以后，那个门一开，车站有一个等的工作人员嘛，就问你怎么回事，意思是那女的他摸我屁股，把那个男的救下去了，然后可能就是去现场处理嘛。我们这边今天来说没有接到这样的一个回馈，但是如果说这样的一个行为对女性乘客已经进行骚扰了，公安会有所介入的。我来核实一下吧，是幺零零里面，我这边不太清楚，因为没有人报警说这个事儿。